家好，欢迎来到恐怖情报 2.0。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恐怖游戏是《邪恶鬼兄女》第二代。那么今天我就想要来通关这个《邪恶鬼兄女》第二代的这个游戏啊。那么这个游戏还有两个结局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先玩第一个结局吧，下一个影片我们就玩第二个结局。好，我们就玩，然后选择什么难度啊？啊，肯定是正常啊！哎呀，这么简单的游戏，正常啊！我跟你讲，一次都不会死啊！不要瞎掰好吗？谁在弹钢琴啊？这是鬼兄女的那个女儿啊，她的女儿玛蒂哦。然后这个兄女就非常的伤心啊。Sister Madeline。啊，头痛了哈，开始生气了哦。你才 shut up 啊你！哎呀，还想买这三个变态楼？哎呀，你干脆养狗嘛，养埋这些鸡那是。Oh my god! I'm sure you will regret being a bad student. 哇，这鸡！八块腹肌哦，哇，好厉害哦，比我多。你需要逃离这个学校啊。OK。那么我还记得这个游戏怎样玩。我们先弄这个武器先。OK， 有了武器。OK， 装弹。OK， 有了。但我们现在不可以攻击，因为这个弹还没有毒啊。去这里，来喽！玩这游戏啊，你的手啊，速度要很快。来，关灯，快！然后拿这个滴管。然后关灯，关，快点，开门。哦哟 ，OK， 先看一下这是什么，两滴绿 ，OK， 三 ，OK， 可以 ，OK。然后有剪刀吗？没有哦，哎，完蛋了。OK， 我们先走。OK， 走之前我们先在这个地方弄出一些噪音，让他过来，我们就可以去下一个地方了。就弄这个。哦，好来哦。OK， 我已经听到他们声音哦。我们先去学校。OK。快点冲过去 ！OK， 装死水 ，OK， 装了死水过后，就去滴那个，去上实验室滴那个东西。快点！一、二 ，OK。I will send you to Jesus。换一个炸弹。
Oh my god！ 一个，三，两个，三个。有没有眼睛？哦，没有哦。哎呀，我需要绿色的水，绿色的水。哦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两个。快，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，不要在这边了。OK，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毒药了。这毒药我跟你讲，就是很重要啊。没有这个毒药的话，还有这把枪的话，你完全不用玩这游戏了。你有病。OK， 我们来到了教堂了。OK， 很好，看到吗？他们开门了。所以代表他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2 hours later。哎呦，他们真的在这边呢！我想要弄一下声音了，他们真的在那边。拿吃，快走。OK， 把匙放在这里，开 OK 就可以去割了哦。Nice。OK， 他们走。OK， 回去拿枪，就可以射死他们了，我很开心啊！呵呵呵 ！Oh my god！ 哎呀，怕什么鬼？那女的真的是，哎呀，不用怕了。Hello。OK， 射倒一个，关门，引另外一只鸡。Hello there！ 哎呦，射你的腹肌啊！嘿，以为你有六块腹肌，很厉害啊！啊，我有这个单枪，我就是无敌啊！我并没有，快点叫，快点叫！耶，射死你了，熊女，拜拜。冷静一点，他就这样子而已，他不会让你死掉，他就这样子咬着你吧，我们只需要点那按钮就可以把他挣脱。2 1 9 6开门 ，OK， 拿到这骨头后，我们就敲到那个胖熊女的那个冰淇淋。喂，周末你在这里了 ？OK， 我要做什么 ？OK， 按 ，OK， 成功了。就是我们要逃离的那个大门的那钥匙来了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去拿这个钥匙 ，OK， 通关，各位真的通关了，开门，但你挣脱他们纸片，他们不会让你离开。哎，你现在才回来？哦，来转圈啊！兄弟，你很快，哎呀，他真的是很烦啊！叫什么叫？真是，小心我剪掉你的咕咕叫！逃出去咯，哦，通关了。Hello， 拜拜。哎，为什么那小孩子不干脆拿火箭烧掉他的家呢？哎呀，烧了他学校，我更开心了。Oh my god！
OK， 以上就是《邪恶鬼中女》第二代的游戏啊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